樣嘢真係啱曬我。因為一陣香港演唱會買張票萬幾蚊都冇咁近。全貴啊，傢俬啊，全部都齊曬㗎啦。最開心係咩咧？個環境好啊，你睇周圍，即係路人出嚟飲杯咖啡，飲一路茶，跟住喺入邊行下咁樣，一家大細，直情係咩咧？做咗個禮拜六、禮拜日嘅消費人最多。所以咧，你話環哥真係好啱就今次嚟到現場咧，仲為我哋咁多商户咧準備咗一份嘅禮物咁係啦，小小心。哎呦，不如咁樣咯，我們有請我們居然之家的商務朋友，我們的領導嘉賓上台，好，接受這份禮物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掌聲有請居然之家廣東分公司總經理石友儀先生，然後道格拉斯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鄧柱彪先生，中山生活家整體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，行行行，林德英先生，還有中山市福悦衛浴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海濤先生，郎氏淋浴房副总裁向冰昌先生，盛诺东莞睡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斌先生一起上台。